今天钓了十几个人哈，来抄这个超级无敌大水坑。这次搞大了，一脚下大力。我总共带了六台机子跟六根水管哈。我们现在六台机子已经准备就位了，来兄弟们，听我口令，一二三，一起开炮！一二三。2000 years later， 哇，这超级无敌大的水坑已经被我们抽干了，只剩下最后一点，马上就要开始抓鱼。哇、哦，你看，六台抽水机抽了五个小时，油钱都花了200块钱，终于抽干了。水坑的边界在那边，200多米。好，我们下去看一看，这么大的水坑里面到底有多少鱼哈？好，那个位置有鱼哈，已经在那边聚窝了。这么大的水坑退役。带了两个大箱子过来抓鱼，阿哥，你看，哇，那边，哇，你看我肉眼所见有好几条鱼啊，你看，哇，这么大的石斑鱼啊，哇，哇，2000多，就一斤150，啊，哎，我看到一个触须，哎呦，我磕了，磕了，脚断了，就把这条鱼给抓进去，哇，这边好大一条鳗鱼啊，水龙出水。来了，水龙，巨大的水龙啊，3斤多。哦，石斑鱼。American 石斑。这是什么？哼，这么小的，狗鲨也有。哎呦，到处都是鱼，大水坑就是不一样啊。大货，哎呦，哦，刚刚那个脚不小心被我弄断了一只，直接身价就暴跌了。大石斑，哇，这么大的石斑很少见啊，这个已经200块钱至少了。哎呦，来了，刚刚那条是大水龙，这条是小水龙。跑往哪里跑？抓头就对了。八爪怪来了，哇、哦啊，石头这么重的都给它吸起来了。至少有个3-2人用的石头，这个可以生吃的哈、哦，不过有点太暴力血腥了，不给大家示范了。哎，我脚下好像踩到什么东西了，像踩到东西，哎呦，哇，感觉他头都有踩烂了，很软的。这个东西不好制服啊，这练过吸星大法的东西，没有连武功都制服不了他。你看，会不会恐怖？有没有密集恐惧症的人？这个东西看了会全身哆嗦。啊，里面还有很大的空间啊、哦！这个里面大石头问题下，我们去看一看，有没有里面有没有黄鳝啊？哇、哦啊，小鲈鱼你看，还有包公，开封的包公啊，这么小的我们放生吧，放这边，待会同意放生啊。看这个体型，巨物啊，很大呀、啊。哦。好像底下不止了，2只了，哇哈！我先抓这一只，哇哈！巨型屠龙刀，哇，可以哈、哦！把这个抓头，抓过来，可能制服不了它。我操！这个我还会发出咕咕叫的声音啊！15-16斤，肚子饿了，赶紧进去吃其他小鱼吧哈！到我桶里面去，哎呀！哇，一条爆出来，这边刚还有一只。这条应该是他的小弟，哇、哦啊、果然是他小弟，小弟放在这个小桶，大哥带小弟出来，这边觅食、啊、被我给别想跑了，还想抓到那里面去，哦吼、哦、里面鱼太多了，好、啊、我帮你递、哦、这里面可以遮风挡雨的一个大石头啊，哎，递给生哥、哎、这包公哥一雕啊，哇，这边还有一只，开封。哎呦，搁浅太久了，挂了。哇，这还有一只，哇，鲤了，大青斑，你看到没有？哇，看得到吗？还拿出去给你看一下，很清晰、啊。生哥看一下，哇，1斤多哈，漂亮。哇，来，还住在哪住哪喂？啊，小了一只，大了一只，啊，哇，可以，
这个去外面递一下，快，抓紧了，抓紧了，这个有难度了，不是我开玩笑的，放着，好，来抓紧了哈，我啊，交给你了哈，这个来，这个包工，哇，来来来，底下又来一只了，哇，这条好料，不小啊，哦，我跟你说不小吧，四五斤吧。机关枪啊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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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特林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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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加特林拿去，生哥，疯狂嫂子，来了，哇，哎呀，2斤多哈，红果，但是比较瘦了，哇，你看，保罗，哎呦，哎，一路给你赶上，哇，直接从防空洞里面钻出来了，哇，环雕啊，小环，不是小黑，哇，这很瘦，是，我是防空洞来的，哇，又来一只。保罗，来了来了，稍微离得掏出来了。哇！今天这个美国红鱼，哎呀，这是什么？有个胡须啊，有了啊，就是这个，有，你看，哇，又是龙虾，哇，第二只龙虾了。哇，这条鱼先进去，好，你跟上，哎呦，这龙虾。这触须没掉哈，就可以卖个好价钱，晚上拿到市场卖掉。来了，黑雕。哎呦，哎呦呦呦，大货来了。哇，两只哦，哇，哦，翻仔了，孙哥，一条土龟，一条青斑。哇，这好像是油龟哟，都反正都是石斑，这么大的石斑已经100多，将近200了。我最近的石斑鱼这个季节都很肥呀，秋天都是长膘了，知道吗？我这边没有了，我再去上面看一下。我这水坑太大了，我家房子要是有这么大就好了。1000多平了，我家房子要是有1000多平的地方。我家有这么大，改天去我家参观一下。师傅，你看，来来来，这里来一只。哇，我这条你这是大？哇，我这条大，这是半斤，不好抓，我这条又大的不好对付啊。看看还有没有。这里，哇，甩着来，甩过去，哎呦，没地方跑了吧？没地方跑了哈，进去了。那我们下去杀个回马枪，看有没有鱼跑出来的。可是我脚底下踩到鱼了，哇，差点跑了。哇，这个桂鱼啊，小土桂。刚才听我姐夫说，这边有一只八爪鱼啊，找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。石头问题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八爪鱼是怎么呼吸的哈，看到没有？好，可以去我箱子里面玩了哈。这个有2斤。啊，我说，啊这边。哇，哇哟，这么大的。鲨鱼哦，你看，这个有1斤多啊，这个鲨鱼。哇，你看这个有个尾巴，哎呦，跑进去了。哇，那好多条鱼啊！哎呦，这个是花鳗啊，全部放这里。先把这条鱼赶过去，收获满满。左手鳗鱼，右手鲨鱼。这边水太多，现在再把它抽干。啊，抽干之后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的鱼啊！看，很彪啊！进去，这里，这边在打花了。哇，大石斑！那还有一只包公，黑雕啊！黑雕，哇，1斤多的黑雕，来了。进入了黑雕，半斤的石斑，进去。那这个我赶过去，你抓一下。这不没两个人，没办法，这石头太大了。哇、哦，龙的，赶过来，这一只200块钱。来，哇，拽出来，你拽。哇，又一只了。哇、哦，大青斑，大青斑。来来来，这里八爪。八爪在哪里？跑到那边去了。快了，甩出来了。哦，咬出来了，逃了。
哇，八爪鱼币。哇，还在吃鱼啊。他正在吃鱼啊。八爪鱼变成六爪鱼了。哇，来两只石斑了。哪里哇，大青斑。抓头。五斤多，哇，这烧肉好深啊！来来来，你你的，哎，哇，这条小鲨鱼够了，三两多，没收了。哎呦呦呦，你看，哇，哇，它都咬了我，来，来了，哇，这边哇好多，好多啊，再来一条，啊，黄鳗，这一条什么？也是黄鳗，哦，还有没有？两条鳗鱼，这两个应该在这边繁殖后代啊，一公一母，一大一小。来，没收。来了，哇，爆桶爆了，爆桶啊！那边还有一桶啊，不止爆一桶啊，爆两桶，爆两桶。那桶给它倒过来。不知道今天这个我们造了这么多鱼，会不会亏本呢？也不知道我们这么多五十几斤的鱼货拿去卖一下，能卖多少钱？卖个四五千有吧，四五千，那我们还不是还是能赚？对对，那应该六七十斤了。走走走，都是鱼，回家了，扛。大水坑就是不一样，而且哈，哇，今天大回收了，两只不一样了，大坑就是大货哈，两只，这是出去断的，这个自己吃的，八爪鱼，鳗鱼，哇，还有六角兽，六角兽，巨型科隆高。哇，十五斤应该有了。哦，还有这个大石斑啊，你看这两斤多，都是石斑，都是石斑。小公鱼，小公鱼啊，哇，还有鲨鱼，你看，哇，好多石斑啊，这是。是啊，小鱼啊，石斑鱼今天多了，多了像鱼一样。鳗鱼，又是石斑，花鳗、青鳗、大出，小鲨鱼放生了，扔出去啊，看我的，啊！我们船老大的船停在那边，过来接我们了，走。我们今天这次船请船老大开船带我们过来，花了600块钱啊。值得，值得。现在船老大已经开船过来接我们了，把中心设备全部搬回去，要回家了。天也快黑了，也起风了。我们离开这个发财的宝岛了哈。这是抽水坑，非常尽兴，太爽了，好久没这么爽过了。这么大的水坑，我们已经有半年多没抽过这么大的水坑了。回家的路了哈，今天大丰收，来看一下多少钱？这么多鱼，啊，这个花鳗，啊，桂鱼，青斑，啊，嗯，好喝，活的都算150。好，好，好，怎么样？好，这个来，来，称一下，1690。啊，活的桂鱼算150，要算130了。好好好。这活的龙虾是300，死的算130。好，1778啊。红骨跟波公算30块。好好好。1043。鳗鱼跟海鲫鱼都算50给你。好。哦，海鲫鱼跟那个鳗鱼肉960。这个是钻甲的，这个把这钻甲的便宜一点，算35给你。好。193块。看一下，5663，石头哥很大。到站了没有？好，嗯，好 ，OK。这次我们打窝花了3500，工钱的油钱总共花了1000块钱，所有的本钱应该是4500，这次卖了5660，还赚了1000多。虽然赚了不多哈，可是主要是开心啊，因为这个水坑很大，哦，开心就好。那我们下次的话，有机会再去盘这种大坑哈。那我们今天视频先到这边，喜欢阿翔的加个关注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